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下，我不想要就是 FB 或是 IG 公布自己村民，然后朋友还是要先跟你们讲，因为我有点忍不住自己的喜悦，找大家一起来这边，然后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有弄一个影片，大家在这边放。我忘记今天是礼拜五，有很多人在这边播，好像有点尴尬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没关系，我们就在这边喝一点酒，等一下回我家再播一下这样。假设你生女儿，然后如果你的女儿跟王康在一起。天下的爸爸都是一样的，都会担心自己的女儿。以一个父亲的角色，我们野栖的男村民里面，你觉得最值得托付的对象是谁？不可能是少辅。为什么？他虽然说长得人模人样，可他这个人就是孤猫 Gary。他一切都非常的好，太矮基因不好，叶子也不行，因为叶子不够爱他女朋友，建中也不行，建中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我们要找到什么样的另一半，你知道吗？就像磁铁一样，就像磁铁，基本不是那铁做的钉，而是肉做的心啊！凭良心讲，我女儿我也想要嫁给晨晨，受不了前女友这件事。忘不了，忘不了。那我女儿算什么？生儿子，你希望他的女朋友是哪一型的？凯西真的不行呢，太独立了，也不能娶君啊，这种整天那个跟肉给人家看，芊芊也不行。芊芊，我儿子找他一个讯息，他可能十天后才会回。你的什么烂媳妇？真的是 Mina。帮夫好媳妇代表，老公打掉氪金100万，没关系啊，没关系，我最近努力赚多一点，卖别的衣服就好了。兄弟，兄弟，姐妹，这个我喜欢。OK OK， 儿子也可以选董仔这种吧，董仔很勤勒啊。对，我哪有，我有勒过你吗？你看，就再勒了，再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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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了，李伟不行，看不懂李伟，大家在想什么？脑袋是不是这么小颗啊？修派，汤，好媳妇来，来准备，来，我们要去吧，瑞塔妹妹，我爱你。对他妹妹，你在哪里？对他妹妹，我在这里。对他，我爱你了，我爱你。小野了，小野了，辛苦老婆了，辛苦老婆了，老婆最辛苦，老婆最辛苦，送你。许愿，许什么愿？可以许愿啊！他说了算。我要许我们小野人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长大。第二个，我就许小野人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家里不够大，家里太小，但家里太小。爸爸告诉我说，长大就是要赚大钱，买大房子，才够容得下这么多朋友。加油！大家坐好，立正。原本这个工作是王康，然后王康都没有，从来没有尽责过。乖啊！你有办法呢？两个我听话，我就服你。我在那边啊，我讲话安静一点。最高频直进悄悄。我们现在看一个影片。Back when I was 10 years old, with a rose and a valentine, I thought that love was bought and sold, with candy hearts that say be mine. But it's not like the movie show, it's not like the stories read, the more you try the more you just how hard it can be not to give up on that dream. Oh, I wish that I'd seen it sooner.
time with you is all I need. My life is so much sweeter because of you. Because of you.